没有是哦，都是光油面、油煎面、沙拉酱面、杂鱼面、炒面、花椒面、炒蛋、这种面料。这酒瓶还收啊？收酒啊，收酒不就不收酒瓶啊？除了收酒还收啥呀、啊？老物件，完了钱币啥手机。哎，那个瓷器收吗？瓷器呀、啊？啊。啥时候的？这看不懂啊，那看懂的话，应该是老的。哪儿的家？你是我家呀、啊？黑龙江的，哈尔滨的。我就搁当地，我不会行啊，不是东西、在这儿呢。在这儿呢。啊，行，看不了，可以。真的，很厉害。啥东西、啊？那啥吧，是瓷器，人家不有个盘子吗？他老板收不收？瓷器收啊，瓷器收。那还有啥老的老的东西啊？没事，看那盘子吧。啊，你去取，你去取那盘子去吧。哪个盘子？那什么鱼啊？鳜鱼啊。这还能卖钱呢？这不都新的吗？也不太新，不舒服啊。啊，这不舒服了。这手机收的有啥用啊？手机收藏服务，嗯。哟，轻点啊，大哥。那个罐子写的景德镇制是不是就不老了？搁哪儿呢？你家我给你拍图片了，你看看啊。完了要你过来瞧瞧。送来了，完了。用过了。喂，这个收不收？你看这个。这是那啥，真的假的？这个，这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玩意儿。这发给别人看的啊？啊。那你这收老货的还看不懂啊？他们整不整？这地有吗？啊。来。带喝酒碗啊？他们带喝酒碗是不是？你给我他干呀？看看呗，这玩意儿你整个不得，咱也整几个卖的。小兄
这是五十元，八零年的300，100元300，99年的50、70，好像四套，现在四套也值钱了，人民币也升两倍了吧？这属于对。再一个，这个东西一般像他们这些江湖的人，那靠什么赚钱？根本不是靠这个收这个。这个东西赚钱是吧？不是，他们是靠卖册子，他会给你个小册，他说你看你家有没有哪，你买有个册子3块，不是3块钱，你拿回去回去对比，看你家哪个，就一天卖的纸，能理解吗？明白。那你像这个，这记不住啊，记不住哪套的，你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了，有的他就给你印个册子，那册子告诉你卖，你家找着一个就值这些钱，所以说专门卖的册子。能理解吧？这个、江湖的也都这样。记得我这个是前两年100多块钱，也就是不到200块钱就能收。我涨价了。这个要求品相。它的品相得嘎嘎新。对。玩钱币就玩的就是品相。这个人那个看不懂啊，就打电话去了。这个600能出吗？哪个呀？这个呀、啊。九六百，600太少了。就是能出之前呀，就不能出完了咱们600。600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先收下来。不能再高了，老板。这两到家了，现在。我问他那什么价格。好。这老板看来是懂酒啊，竟然给价的，直接很难得了。我家里他妈两拿的，仔细的问呢，还等的啊？那个他不收哥们儿啊？对啊，哦，这不是好，就像这样似的，就是就一块钱就是换2块钱，2块钱换10块钱。对，这是以前老板钱。对，老板用的。99年70、50的，还得留意一下了。现在茅台酒怎么了？我的法律不允许高股的东西上拍，这就注定明天交流不了，知道吧？不允许上拍。不上拍最简单就是出来一个东西，然后看那个肯定。是啊。所以说呢，老姚的东西被低估了。看东西。他就是使劲清楚，你得想办法吧。我那没事，我告诉你的，这个就是军了，啊，就是日本军了，这是日本军了，这是多少年的？这小日本是几十年呗，哈，哪是？近百年的呗，他很，这是东北，就是说，刚才他那个拿那个有一个盘子，你没看？它外边是热，咱这是里边热。是我看了，就是，东北，这个产自东北，但是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它是军碗，所以说呀，到啥时候得学习。这个今天咱们俩认识了，我觉得跟你这学习东西了啊，这挺好的。
就跟老板成为朋友了。这个棒儿会动过吗？这个按照我不太能，这个封印是没问题。这个改过，这个修改过。啊，为啥我跟你说修改过哈？首先第一个，先说品相，这品相不好，这个地方按理来说也应该能弹动的，要不然它就没法插到枪里。这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在二战时期那个枪刺要比它长，就是你这个东西我不用拔出来，它一定改过。它原来应该是很长，它现在变得短了。啊，可能是在别人自己手里头，对，但拿的不方便。但是东西还是那个，哎，东西是老的，哎，他可能是曾经在别人手里给改了，哎，也有可能在你手里改了，但这个东西一定不是现在这种状态啊，东西是没有问题，二战的，啊，主要。那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不行。但是按理说，上了咱俩快到了，刚才看的是可以的。你这样的，这个各位常友啊，咱们刚才上那个老板这儿卖东西，现在跟老板成为朋友了。这个老板呢，我们共同探讨一个这个啊，这个镜子啊，我叫镜子。就实话实说，这镜子你多少钱入手的？一千块钱。我说一个方法来鉴别这件东西新老，如果这东西我说错了，我赔你1000。啊，我赔你1000。就是东西撒手扔在地上。这个东西如果对的话，首先说时间它不是明代的，所以说它的材质一定是青铜的，知道吧？材质是青铜的。青铜材质有什么特性呢？就是青铜材质放到地下，像这种地面，如果扔到这地面上，一定就碎了。就是你镜子，比方说我们拿一个镜子，就放这么高个地下，一松手扔地下碎。青铜也是这道理。这个不太对。所以说我说的意思，我现在就撒手扔地下，如果碎了，我赔你1000块钱。如果你在外头，你把瓷砖打碎了呢？那应该不能。啊，那没事，这就没问题。听听这动静了吗？就是这东西它不是青铜的，所以说材质就是有问题的。你知道这东西是啥呀？黄铜的。它不这嘎不有个刻痕吗？不就刻出来知道吧？所以说它不是青铜，这东西完蛋了。你就切记，送以前的所有的镜，什么唐镜、宋镜、汉镜啊，一定都是青铜的。或者我们说99%是青铜的，不能说98%，或者说我们说90%为了严谨，啊。但是绝对不是这种状态，就这东西就完蛋了。你这个锈啊，这个锈有两种状态。如果出现这种平纹的锈，我告诉你啊，出现这种平纹的锈，一定这个顶上有那个方方正正网格纹理。为啥？这个铜镜当时如果是入坑的话，它这个铜锈是和服装挨着的，就是它是裹在衣服里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印上去的是那个衣服的纹理。能理解吗？所以说它的铜锈上一定有衣服的纹理，你这啥也没有。还有呢，就是所谓的红斑绿锈，就是绿锈里面你要找到红斑，管绿锈不行，管绿锈不行。对，还有呢，这个绿锈啊要有层次感，就是做的绿锈和真的有层次感是完全不相同的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东西就是标准的新品。你看，所以说有些东西啊，通过图片。这个和这个实物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是还有一种破坏性的方法，跟你说一下啊，就是一个铜镜一定是边上最厚，中间最薄，真正做的时候，就是所以说你玩铜镜，你要是看碎的，一定是边上最厚，中间的铜板是最薄的，我说的是青铜的，这东西就完蛋了，你看。青铜，要不然就是长锈，就是这种，它不会反这种颜色。看见了吗？这种颜色，这都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再一个呢，这个锈能不能是老仿的？也有可能，但是有啥意义啊？
还有一点记得啊，嗯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生锈了，嗯，那锈是怎么来的？锈是腐蚀的，就腐蚀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把这锈去掉的这个地方，一定那个地方会有个坑，不平就说白了。对对对，就说白不平，它反而比别的地方，如果这个地方锈的越狠，你把这个锈如果清除掉之后，很有可能啊，它底下就会烂了。它烂的是底下的青铜啊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道理？但是你这个不会，然后你要洗了之后。就一水水的全是溜瓶的，还有就是我跟你说的，就扔地下它一定就碎了，一定碎了，这东西一扔一个大铜垫子巴巴的完了。嗯，各位常友啊，大家好，最终啊我们那个这个没有那个什么卖成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价格给的很离谱啊，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从他手里收点东西啊，最后那个但是那个屋里没有录啊，这是一个汉代啊，一个汉代的小罐子啊，这个价格收的比较便宜啊，多少钱呢？200块钱人民币收的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他给介绍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吧，在这个当地这个城市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。你看，我们看明显的有红色的土，有黑色的这个黑色也叫土吧啊，嗯，其实就是石灰之类的啊，这是一个典型汉代的这么一个。罐子洗洗呢会很漂亮，因为它没有磕什么的，品相非常不错。但是这个尴尬的就是一个汉代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啊，就是我们200块钱就收到了啊。这是一个北方啊地方土窑的这么一个小麦枕吧啊。我为什么收的呢？这个颜色比较不错啊，这个入手价格也是比较便宜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吧啊，也没什么，那个人呢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拿了瞅的还可以啊，500人民币收的啊，还是比较廉价的啊。各位茶友啊，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刚才那个罐子啊，和那个麦枕啊，大概是什么个状态？那个罐子呢，那个他带我去了一个另一个老板家的，因为他看我买货了。啊，他这个，我说你要是有瓷器卖给我啊，如果要便宜，我说也行。他这样的话，他就找了一个人，找个人呢，那个人呢来了之后呢，我没有录啊，这个忘录了。这个他带了一些东西啊，这个麦枕是他6-7年前700元入手的啊，但是我为什么他500元卖给我呢？啊，首先第一点呢，他7年前入手。这个价格啊，这个绝对是还可以吧，就算一个市场价格啊，但是这就是行内价和市场价格的差距。这个7年之后了，他这个给我的话啊，当然我给的也是确实是比较低啊，我说这个500块钱，因为也确实是不想要啊这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北方窑口的东西，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地方土窑的东西啊，因此啊我就随口给了一个500元啊。这个没想到这个上一个藏友他卖了啊，这个他为什么卖呢？也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他学习过了啊，他表面上亏了200块钱啊，同时又亏了藏在手里7年，但是他学习到了啊，我也没想到他能卖啊，我就随便给了个500元价格他就卖了啊。这么一个麦枕，这个是什么时间的呢？大概是清代晚期左右的东西啊，清中晚期左右啊。还有一个那个罐子呢，后来他看我买东西了，他又领我啊上那个其他的这个家里啊，这个其他的一个店主啊家里。我上这个店主这个店里啊，我一看呢，这个也几乎没什么东西啊，要的价格很高。后来呢，这个简单几句话啊，他就知道这个啊，这个互相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了。所以呢，他因为他可能是想教我这个朋友啊，所以说他给我一个超低的价格。他说你一个不用讲，说这个罐子你要拿200块钱啊。我一看这个状态，那我肯定就拿了。他说这个罐子是他捡漏来的。啊，为什么说这个罐子是他捡漏来的呢？这个我相信啊。这个罐子呢，
虽然是便宜，但是不会说他一百来块钱来，他一百块钱来，他上一家一定是不认识这个罐子，因为这个罐子是汉代的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这个罐子不是北方的，啊，我去的这个城市啊，就相对来说比较偏，啊，非常小的一个城市，城市只有10万人口，啊，这个城市，所以说呀，这个古玩店也是相对来说很难找的，啊，只有那么一两家古玩店，因此啊，就是。他这个200块钱卖给我，确实是交朋友。还有这件东西啊，出现在北方，啊，他就一定是，不应该出现了，他不应该出现的地方，都是上一个一定是一个专业的买家，他不会是因为什么正常的走市场价格过来的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就这样了，这样就是捡了两个小漏吧，啊，虽然因为东西很普嘛，这个东西，干这行业就像有的时候贼不走空似的。啊，就是实在没有利润可赚了啊，捡两件东西赚个300-500也赚啊，100-200也赚啊，就这么个情况啊，大概啊，总体来说吧，这个北方啊，这个东西比较匮乏啊，老板呢或者是做买卖的人都想捡漏啊。600块钱的就是一瓶酒，他给你600块钱，啊，就是明着捡你的漏，啊，这个卖价呢也高，啊，入手呢价格给的还低，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？那是因为什么？每个月他碰不到多少宗买卖，所以说他只有在单价上赚钱，啊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他这种给价和这个卖价的这种状态，就足以说明了。啊，第一不是行内人，啊，第二呢，这个平时的买卖少，如果要是买卖多的话，不会出现这种状态，往死里压价，完了给价给他卖东西的时候卖的很高，啊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啊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